我们看这个立体式哈，好，立体式的话，它要解这个方程式啊，它要求那个近似解。好，那怎么做啊？第一项的话都有3的 x 方嘛，我把这个那个左边哈，把3的 x 方哈提出来，那是一加三加三的平方嘛，加3的呢3次方，它会等于多少呢？是把7的 x 方提出来，一加七加七的平方加七的三次方。好，那我们用那个等比级数的公式把它给算出来。等比级数呢是这样的一个级数的，就是说，Sn 哈，如果是等于一加 r 加 r 的平方哈，一直加。加到那个 r 的 n 减一次方，好，这总共有 n 项，我这 r 的零次方 ，r 的一次方，这个会等于多少呢？这会等于一减 r 分之多少？分之这个一减 r 的 n 次方，这 n 的话是它的项数了，这总共 n 项。好，这怎么来的哈？我们可以这样看。我把这个哈，我要证明这个公式哈，我把这个乘以 r， 乘以 r，rsn 哈等于多少呢？就是 r， 好，我把一乘以 r 的话是 r， 加多少呢 ？r 乘以 r 的话是 r 平方，我一直加，加到 r 的 n 减一，我就 r 前面有个 r 的 n 减二嘛，乘以 r 到 r 的 n 减，那再加多少呢？加 r 的 n 减一乘以那个 r 就 r 的 n 次方。然后把一减，一减的话是一减 r， 然后乘以呢 s n 是吗？不是、啊、s n 哦，是 s n 哦 ，s n 哦，把它减下来，就这一项减这一项，它会等到一，啊，其他都消掉了，把这都消掉，啊，剩下这一项，减掉 r 的 n 次方，所以就得到公式 s n 哈、哦，等于一减 r 分之一减 r 的 n 次方。哦，这是等比级数的公式。好，那这个哈、哦、刚好有四项，然后我这个 n 代4。好，那公比是3。好，因为这是 r 的一次方 ，r 的二次方嘛，公比，公比是3。所以这第一项等于多少？第一项就是多少？好，我们就把 Sn 哈、哦，把那个等比级数的公式你把它写在旁边哈。一减 r 的 n 次方，这样可以拿来用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哈，这个叫做3的 x 次方哈，它乘以多少？一减3的呢？这个项数一二三四四项，它的一减公比3，它这会等于7的 x 次方，它乘以多少呢？好，一减公比，一减7。一减七的几次方呢？只有四项，所以四次方。这多少？这三的四次方是81了。一减八是负80，啊，这是负2。啊，这个呢？这个是负6。啊，上面呢？上面七的四次方哈，77，49，啊，再乘以49，99，81，8，49，36。36的话，不然这个把它打一打，计算器，好，98，81，8哈，4936，36的话就44，4936计3，16，16的话是9，所以10计4，2401了，2401减一的话是2400，所以这是负的2400。好，那所以我就得到哈，啊，这可以约分啦，这约分的话都除上面上下除以负2，这个变成40，这上下除以负6，这变成60，24。好，那哦啊，而且哈，这个还可以约分的，40约掉，这剩下10，所以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那个
3的 x 次方，我把7的 x 次方除过去好了，就变成哈7分之3哈 x 次方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0啊，好，这是10的嘛，那其他通通撇掉，这样是10，也就是说两边取对数 ，x 哈 log 3减 log 7哈，等于1啊。好，再把它算一下，算一下带进去，带进去的话呢，等于多少？计算机不要放那里去。再把这个是0.4771啊，那这是0.8451，哦啊，所以你就，所以就得到什么哈？得到那个 x 啊等于。一啊除以多少呢？0.8451啊，减掉0.4771，啊这是8，然后这个是，这边剩了3嘛，这是6，啊7减4的话是3，所以是0.3680。哦，一除以0.3680，哦，然后把它算一算的话，哈，就会得到这个答案。这是负的哦，哦，我们是这个减这个嘛，这个减这个，所以这是负的。算出来的话是负2点多了，我差不多了。哦，十除以那个3的话，哈，十除以3是3嘛，但是这个是3.6啊，除以是3.6，大概2点多，算出来是。负的2.7174，所以答案是负的2.7174。